My name is Alex. I'm from England. I've been in China for 7.5 years, and I have my own Chinese family. So I spend all Chinese festivals here in Wenzhou. And today I'm going to visit Zhu Laoshi and learn about Dong Zhi. Zhu Laoshi, 我想跟你了解冬至可以吗？哦，可以，当然，我们啊今天就讲咱们温州的冬至。冬至节前后呢，因为天气已经开始冷起来了，像这几天我们已经开始入冬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那这样一来呢，我们温州人啊就要开始准备冬天的一些东西。首先呢，温州人要进行各种的晒。我已经认识，这些是那个酱油肉，对，酱油肉。因为我有个中国的家人，是我老婆是温州的，所以我们每个冬天也吃这个，是酱油肉是没得脑锅的。对，那你知道为什么过去到了冬天，温州人要把这些东西给晒起来吗？我不知道哎，就是很简单，现在咱们有冰箱，是不是？哦，哎，对了，过去没有冰箱，只能通过晒起来作为保鲜，把它哎给它储存下来。那么当时呢，像比如说咱们温州啊，到了冬天的时候，温州人会晒三种，一个天上的，一个是地上的，一个是水里的。水里吧。哎，对，天上的会什么呢？比如说有翅膀的鸡鸭鸭呀，这些会晒一晒。那么地上的像酱油肉啊、高粱肉啊，也会晒一晒。那么水里的呢，像比如说各种的鱼啊，还有呢海鲜，都可以把它晒起来。温州把晒干的鱼就叫它响，温州话叫席。那么其中晒当中啊，有一样是最有意思的，哪一样呢？你看，就是咱们这个东西。对，鸭 ducks tongue。对，鸭舌头。对，鸭舌头。对。因为温州人呢，这个舌头的舌啊，温州话怎么说呢？你可以跟我学一下，温州话叫“咦”，对，“咦”，咦。但是温州人做生意的比较多呀，这个“咦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亏本的意思。所以温州人做生意那么多，所以呢，他会觉得我钱应该赚过来，而不是亏本了。哦。所以呢，温州人就不管他叫阿义，赚过来的赚，温州话怎么讲呢？叫“讲”。蒋对蒋，所以在温州我们不能叫他阿义，要叫他什么呢？阿蒋。阿蒋，对，阿蒋。对，所以而我们当时为什么把它这些晒起来，除了一个保鲜的作用，就是为了过冬的时候客人过来的时候啊，有这些美食给客人去吃。所以今天你也可以尝尝我们温州的鸭舌跟高粱肉。如果我有时间，我在家里是没有上班，我很喜欢吃一点酱油肉，然后一边吃酱油肉，一边喝一点白酒。白酒，对对对，在冬天是最舒服的。这可是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我们温州这一带啊，我们说北方吃饺子，南方吃汤圆，而我们温州呢，就是吃着汤圆过冬至的。我之前做过了，是鲜汤圆和甜汤圆，是也吃了，是我觉得是都很好吃，很好吃，很好吃。对，我们一起来做做看。那么我们来一起尝尝我们自己做的汤圆吧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它放在嘴巴里，它就是那种 Q 弹的感觉。你看，我们吃了汤圆以后啊，我们就大一岁喽。我不要大一岁。今天我学习到了很多，谢谢您。谢谢。那么我们活动的最后，也祝大家冬至快乐。